今天就我们就给你一个惊喜，也是我们今晚得不得送给你一件礼物啊，是吧？对，将近20年没见的吉米大学时代的那个女友奥利亚，今天也来到了我们中国辽宁沈阳，来有请奥利亚。你怎么了？我们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哇、哦，来来来来，请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个是奥利亚的丈夫。这个是奥利亚现在的丈夫刘先生。刘先生，来来来来。请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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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君明。哎呦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你真吓死我！你没有说了，这个。没关系，你坐你坐。我本来是饿了，我现在更饿了。嗯，啊。对，要是你。да, о, да, подавай рюкзак. да, то знаешь меня. да, ты же в этом в с е ф а н и я да, да, да. помнишь, как ты мне песню? да, 你知道有的时候见面之后那个母语哈，会情不自禁的出来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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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так рада, что ты здесь. ай, вот, 真有意思嘛。哎。老公，你能翻译一下不？不要翻译，不用翻译。不是给我们说，给我们听，我们让观众。我们就说，我们就是应该想起来我们的那个的时候，我是那个，我给他那个永吉的唱歌，在一层，在下面的，他在上层。他回忆当时的那个经历是吗？你觉得奥利亚变样子了吗？变了，但一本来是那个黄那个头发就。头发是金色的。对对对，本来是金色的，现在就黑色的，改了颜色的。改了颜色了，那这都能看出来。我跟你介绍，这是他现在老公刘先生。啊啊。刘先生。刘先生是吧？对，刘先生你好，吉米你好。有小孩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有，当然有啊。嗯，我太太呢，当年跟吉米啊是初恋情人。对，你知道的对吧？都跟我讲过了。嗯，对，讲过。对。而且我太太经常跟我提起吉米。那今天呢，我爱人给吉米送去了一份惊喜，一份惊喜。有一份惊喜。奥利亚给吉米带来一份惊喜，什么惊喜？